们这一次的输赢，我们也让那个红队来告诉我们一下，是奖励、奖励跟惩罚都有啊。真的？哥，哎，干嘛那么麻烦呢？惩罚是什么？可以说一下。可以惩罚。奖励是全员可以获得输赢的通道。哎呦！大哥，你有点坏掉吧？我在这里有一个问题，我跟大哥算了。等一下，但输家的惩罚是队长要连续两次都不能坐商务舱。哎呦！等一下，这关队长什么事？对呀，真的吗？哎，不要乱闹，不要闹啦！好严重的，太严重了吧？对红队来讲是，你们有我们在哈拉，你们各位再见商务舱，拜，一起出国去，对，好不好？所以赢家，好不好？就可以得到出国的奖。我们要守住他的商务舱，对，为了打哥。但是啊，惩罚在这个队长带领无方。不是，哎，不是这样讲的，不是这样讲。他怎么不起床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不怕高。我们都不要骂，所以今天这一场啊，两位队长肯定是用生命在拼搏，好好加油了，好不好？来看看我们这一关，西头小泰山，西头小泰山怎么玩？两队准备来爬树比赛，一对一 PK， 来捉对厮杀，女生就对女生的啦。来，你挑人吧。我。那还有谁呢？我跟学瑞好了。啊，对呀，对呀。哎，你哥，哎，你昨天不是说跟你不是要对我吗？昨天是你对我，你要呛我啊！我跟他，不要，你找一个，反正都 OK。OK， 那叫我跟丰田，我跟你。好，那我跟你。你要跟谁？我跟丰田好了。高哥，高哥，高哥，我跟学瑞。好，你跟学瑞。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绿茶有没有意见？没有，确定吗？你刚刚早上说你要跟他对，必须跟大家讲，绿茶他其实运动类的他很厉害，因为他会玩板类什么，他都很强。两位准备来，预备，第一棒，来，哎呦，踩稳，哎呦，哎呦。你的手不能往下推，对，往下踩，你先再踩，你的右脚一定要踩直，关节，其他人，对，这个意思。好，换脚绳。哦，是这样，哇，丰田，丰田踩两下就到了，哎，身高优势。大家怎么解不了啊？大天，来，你踩住了。哎，教练小心，好，好，哎，动口不动手，教练。教练可以吗？对，教练来这边，来这边，动口，你动口不动。你的脚不能踩住。我脚不能踩住。好。那你要解掉那个下面脚绳。教练，我要下去了。他叫小虾。结果整个人搞得跟虾米一样，有没有？卷在那边，哇！哎呦，帅到了啦！拍水，拍水。你刚才练的时候，我当然知道。我跟你讲哦，你现在爬的位置哦，等于你站起来比爬的位置高了。你刚刚没什么动。啊！加油！教练，他的问题出在哪里？协调度，协调性不好。对，协调度不好。恭喜黄队拿下地点，第二棒，请准备。好强哦！还敢说我废卡吗？没人说你废卡。Are you ready？Ready，ready，ready，加插腿，不用怕嘛。Yes sir， 好不好？预备。慢慢来，我们来最快。有，不是没有，不用松，可以直接完全推，完上推，完上推，对，哎呦，好 OK 哦，那 OK， 加油，继续，有，绿茶很棒，哎，绿茶有上去了，一半了，哎呦，有，不是没有，不用松，可以直接完全推，完上推，完上推，对，哎呦，好 OK 哦，那 OK， 继续。脚绳可以放上来多一点，踩，yes，
然后推推推推到一个不能推。我跟你讲，你的左脚就是要扶住，对，一直踩着木头。再来，再上来一点，再上来，有机会哦。不要互相扶，不急不急。他以前去拨一下那个扶的那个，拨手往上。对对对对，搞定。哎，吸。龙人伸脚，越来越好了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漂亮。啊，吸吸。推推，然后又推，哦，哎哎哎哎，哦，小心小心，哎，快掉下来，好韩国人哦，好像韩国人，对呀，哎哎，绳子要推，要推要推，对对对，加油加油，啊，往上往上，脚脚踩直，对，有，绿茶很棒，哎，绿茶有上去了，一半了，有上去了，挤出来就。绿茶很棒，很棒啊！的确很蛮棒的。对啊，我有剑术啊！绿茶加油！他至少跟他有得拼啊！他不是今天的热火队啊！脚踩，脚踩，真的。好，还差一格，还差一格。啊！棒了！脚要踩，脚要推。哇！OK。哎，绿茶很棒了。等一下，教练。恭喜黄队拿下第二点。很累，很累。干嘛？二比零。加油！加油！我们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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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先讲。打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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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起！